们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里边提炼出一些当代这种有新的可能性的一种书写吧。比如吃饭，我们就会发展出一种饭后书法。在书法你就可以看到很多都是武将，他们是练气功的，很多书法它叫一气呵成的。这些人发现了这种书写的这种美啊，是没有时空的，就是说它本身就存在的那种美。中国书法传统只不过是一个时代的一个风貌。